新歌 Mojito YouTube 逼近1500万点阅，不止创下话题 ，IG 的粉丝追踪数更是创下纪录。周杰伦 IG 粉丝追踪人数突破600万，成为台湾艺人 IG 粉丝量的第一名。周杰伦开心在28号深夜12点多开放和粉丝聊天，有粉丝许愿想在1点18分被回复，没想到周董居然真的回复，很暖心。变得不是魔术，我变的是幻术。其实周董自2017年8月开通 IG 过后，不止分享与艺人朋友们唱歌、弹琴变魔术的互动，也时常晒老婆和孩子，让大家看到天王私下的一面。至于 IG 按赞数第二名，则是他。有时 IG 晒帅照，有时是流浪颓废的造型。彭于晏毫无偶像包袱，吸引465万人追踪，名列台湾男星 IG 粉丝人数第二名。而天后蔡依林的 IG 则是有时尚穿搭美照以及家人出游的照片，让粉丝一窥天后日常。 IG 目前也有高达406万人追踪，不只是荣登台湾艺人按赞数第三，更是台湾女星之冠。记者曾华报道。